2009年嘅今日，我哋有1800人，呢个系你哋嘅骄傲。大家好，我是 G 点电视第一记者苏怡。今年是2009年11月1日，我现在在香港同志游行2009的现场。我是同志的举手，我是自己的举手。今天的主题是骄傲做自己，同志爱出来。 Be proud, be yourself。 好，给我跌落地了，我们来彩虹旗这边，群策群力，耶！走去我们这个庄园底下，这一张照片就是非常之靓。今年除了香港的同志，还会有来自台湾、内地、各地的朋友。等我现在去访问一下他们先啦。你好啊，请问你们是来自什么团体的？我们是来自香港午夜男的。关怀艾滋啊。深圳的飞吧，一个女同志的酒吧。中文大学性别研究系的同学来的。This is the Interbank LGBT group. From Singapore. I'm from Australia. From Canada. 为什么会带埋狗狗来游行的？最主要都是贪玩，就带出来见一下这么特别的场面。为什么你会今天有这么特别的打扮呢？香港的同志受到基督徒的打压，不要紧的，我的耶稣都跟大家走这条同志的道路的。可以表達到不同的種族都可以和諧共融的，即同志非同志都可以和諧共融嘛。去年呢，其實我是大波修女來的，就是 Sister Dibola。 不過呢，原來我還未厭倦紅塵，所以我今年還俗。上次呢黑色禍趕冚珍珠，我今次只不過將我天父的本錢呢展露於人前。講下點解你參加這一次？因为基督徒是同一些被压迫的人一起，所以我们同压迫的人一起。那我们代表深圳的一个拉拉来参加的话，也非常的骄傲开心。This is the human rights issue of our time. I have both of my children here today, and I want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everybody's equal and everybody has the right to love who they want. Love is a human right.And my kids are believe that too, so they're marching along with me. 因为想帮助其他同志去争取自己的福利咯。终于来到中环的大花园啦，大家情绪都好高涨啦。唔讲啦，我哋而家去睇电影先。今日不需再惊惧，谁是对男或女，仍是勇敢去。即是你要 come out 才行的，是吧？你自己在闪，我们扑出来支持你，有什么用？游行2009的筹备委员会呢，就包括五个团体的，就是香港女同盟会、香港彩虹女同学社、基哈文联和午夜男人。今年有1800人，我们的人数又再次上升了。我们的义工队伍是有120人的，是非常之强大的。其实很多人都是从来没做过义工、甚至是其实他都完全不识身边的同志朋友，所以第一次就贡献了给我们，很开心。规模大了，花的钱多了，今年的制作费就10万，现在只筹到37000多元，你可以计到其实贡献很多钱。你看到这条片有兴趣都联络我们啦，捐钱或者捐你自己给我们都可以。